2015年 HKDSE Math Core Paper 2 嘅第20題，題目就講到啦，喺呢一幅圖裏面咧 ，AD 就係呢個 circle 嘅 diameter 嚟嘅，咁 angle BAD 即係呢只角咧就係等於58度 ，BC 等於 CD， 咁題目就要我哋揾 angle AEC 即係呢一隻角係等於幾多嘅。好，咁首先第一步咧，我哋 mark 翻低先。BC 是等于 CD 的，然后啦，因为 angle BAD 是等于58度啦，而 BC 是等于 CD 的，所以 angle BAC 即是这一只角同埋 angle CAD 这一只角都是等于58度 over 2的，那58除2就等于29度啦，所以呢这只角等于29度，这只角都是等于29度的。好，咁因為 angle CAD 係等於29度啦，咁 angle CED 都會係等於29度嘅。原因就係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啦，佢哋都係 CD 呢一度拉出去嘅，所以同樣地都係29度。好啦，咁題目叫我哋揾 angle AEC 係幾多嘅。咁首先咧，因為題目在之前一早已經講咗 AD 就係個 diameter 啦。咁 angle AED 呢一隻角就會係一個直角嚟嘅，原因係 angle in semicircle。咁呢一個係一個直角啦，即係90度。咁所以 angle AEC 呢一隻角咧就會係等於90度減29度，就等於61度啦。所以第20題嘅答案就係 C，